各位护士姐妹们，大家好！支持第111个国际护士节及广州医科大学本科护士理教育的创办20周年的日子来临之际呢，我祝大家节日快乐！我从事医疗临床工作60多年了，始终坚信着医疗离不开护理。三分治疗，七分护理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。在国内外抗击新冠疫情的全链条的战斗中，处处都可以见到护士们，你们忙碌的身影。你们是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。医护人员团结一心，并肩作战，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，为健康中国的建设做出积极的努力。再次祝大家护士节快乐，身体健康。